有人曾说，你要爱上荒野上的风声，胜过千尺的候鸟；你要爱上长征的动荡，胜过扎营的安稳。哎，你们最近？嗯，怎样？还好吗？我们最近吗？哎，他还是对我很冷淡啊。他竟然会理我什么？现在都没了。他应该是想要一些空间或者自由。随便啦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我觉得你还是做个选择。嗯。不管对谁都不公平。嗯。我也觉得这样对你很不公平。嗯。Cindy， 这样好了，你可以再给我一点时间。马上来。嗨，我带你最爱的红酒。好吧，进来吧，晚餐准备好了。来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个，这是我送你的一周年礼物啊。打开、啊、上次看到觉得很适合你，谢谢你，真的挺适合的。那就好，好，赶快吃吧，菜都要凉了。哎、欸，谢谢，我去上个厕所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们一周年庆祝怎么样？你的选择想好了吗？ Cindy 是谁？什么选择？嘿， Cindy 啊， Cindy 她是一个朋友，就是我们两个月前那时候不是有去打气的吗？朋友？对啊。那为什么每天晚上都？没有，那只是他传简讯习惯啊。你也有自己传简讯习惯啊，对不对？我是哪里做不好，要让你这样对？你说啊，为什么吗？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吧？我努力在维系我们的感情，哎。我想要找回我们当初的感觉，你呢？你又做了什么？不是这样，你误会我了。误会？误会什么？难道当初不是你在我需要你的时候，在我难过的时候把我推开？说什么你要工作？说什么去睡个觉起来就没事了？心里他会关心我。好了，不要。
哎，西西。嗯。你还记得下礼拜三是什么日子吗？圣诞节吗？不是，是我们的一周年纪念日。那我想要在我家庆祝，到时候我会煮你最喜欢吃意大利面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啊。好，那就这样。爱你。我也爱你。